去闻结果如何。结果是把不好的滤掉之后，虽然它对滑鼠没有反应或什么，结果是还是有问题，就是 PT。对，第一步就有问题，就是它还是会有一部分的结构散掉，但没有像之前旧的那么夸张，旧的那个是整个结构都变形，这个是还是有一部分的会有问题。然后这个是，这应该是从头开始跑的。是 minimize 就挂了。NPT 这里 minimize 都正常。minimize 我把它复制到。我电脑开不了。minimize 一长这样，看起来不太正常。对 ，minimize 一就出问题。好，那哎，俊文，你在过滤结构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过滤？是用品翔的脚本。对，这里，然后。就是这个脚本是内部是 PTN 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他会把，就是他会去抓初始设定的结构，就是这个是第一步的结构，然后他去看说就是有没有80帕以上的结构，就是后面所有的步骤有没有80帕以上的结构都是跟 simple cubic 的结构一样，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代表说他后面可能结构变形之类，他就会把那个脚本，就是不会用到那个脚本，然后如果有可以就是有通过那个条件的话，他就会把。可以用的结构全部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。啊，这里面有高温的吗？合格的。大部分都是300K 的。啊，没有，不是，这个是我放在另外一个资料夹，等一下，放在这里。我看一下，我应该是我昨天确定。应该是有滤掉高温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500K 以下才会是正常嘛？那个是 VCND 的结果，然后 label 的结果，大部分都是300K， 但后面少部分有500、700，就是超过500K 以上的，也有一部分被抓进来。还是这一部分也要滤掉，就是啊，如果 label 的就强迫100%可以嘛？但那样基本上，好，那我等一下0.3，然后100%。你之前不是有一两颗 有一些变形，然后 PTN 把它设 0.3， 嗯，对，它就虽然 distortion 很大，但是还是判定可以是那个结构。嗯，对。哦，但不是你这样能不能抓到？现在谁不好看哦？0.3，为什么键盘没有？还是 VCND 500了也不行。等一下它卡住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嗯，一样。对啊，但是，哦，可是没有，我 VS 这个关不掉。好，他好，这样就没问题。0.3，然后95%。95差不多吧。我跑这个资料夹的话，
大部分都是后面这个就是有问题。嗯，这个是你已经滤过了，现在又重滤一次。对，重滤一次。对，有些不合格了。OK。蛮多的问题，这个资料夹是比较好的，就是另外两个资料夹大概有七八成都是后面都是就是都挂了有问题。嗯，你现在这个资料夹是你已经滤过一遍的？没有，这个是 原始的资料夹，然后滤过之后的档案会放在这里面。等一下，会放在上面这个资料夹是全部都放。现在这样设定有没有滤更多出来？滤更多是把更多不合格的滤掉，对对对，有没有一定有，有看吗？有确定哦。上次的，滤掉的，我等一下把三个资料都滤过一遍，然后再把它全放在，对对，你再帮我检查，再放在然后 VCND 500的有没有不合格的 ？VCND 500的。因为就你跟我说700 K 以上就不行了嘛，你是用肉眼看吗？还是用刚刚那个？用 OB 头看。这个是好，我先用我电脑看一下。慢，我的电脑不知道什么那个 OB 头开不起来。啊，没关系啊，你那个用肉眼看的话，你自己开一下500 K， 如果最后还是变形很多的话，就跟我讲一下，也把它滤掉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没有，还有其他的，还有一些东西用。他跑出来的结果，上次学长的图片就是他的，等一下，什么 PTN， 然后这个，他到后面会有一部分就是跑掉，会变成会跑掉，就是500度的部分，然后其他700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后面会乱跑一通，然后300 K 以上，300 K 以下是正常的，对，然后500。剧本放一个500来看看。这500，等一下，我把关掉，好吧？哦，我把关掉。我等一下传把动画传给老师，好。不然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了。就是500的是变得很夸张吗？没有，前面几步都正常，就到最后大概十几步的时候才开始有，就是比较大的变形出现，就是会大到让 OB 头。没办法辨别说它是、那个、连0.3都没办法，0.3都没办法。那500的不能要啊。但大、啊、前面大部分都是正常的。然后上一次 training 的结果有它的图有点怪怪的。在是这是 verification， 就是它会有一条线这样。这是问字的还是你的？学长的。然后他的 training 的问题是，他有一个顶会在这里，就是他的 energy 这边都聚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点在这边，然后中间有一段是空白，所以这可能也要滤掉。哎，奇怪，我不是设定一个-2200吗？这是他是把下面砍掉，但是上面的没有，还是有一个。上面还是有一个，就是之前是砍这一边的，然后这个是，然后这次是这边 energy。我是设负。负多少？2000，那个时候是负2200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把底部的砍了，把这边上面没想到也有一個，这边的对，上面有一个，上次没有注意到，可是因为那个图缩太小。好好，所以是多少？上限是要小于500跟1000多，因为这边没中间有一段没资料。OK， 然后 verification 的就有点怪怪的，就是这边会有一条线，之前没有遇过这种情况。啊，没关系。然后总跑再说吧。这是学长，然后我的部分的话，上次有就是老师有说要写一个脚本去抓所有 data 的平均值，然后去、就是去创结构，那个不同金项的结构，不同方向的。然后这是我之前试跑出来的，长这样。这个是110的，
然后这个是可以，这个是可以弄到64克，就是可以让原子数一模一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是111的，然后这个是就是它的原子数没有办法弄到跟64克一样，就是它单一个、哦、还是要非常大。对，就是它没办法弄到跟原子的数字一样。OK， 好、嗯，然后差不多就这样。好，可以，很好。阿俊文滤完了再跟我讲一下。